玛格丽特公主、奥黛丽·赫本珍贵的老照片，你觉得谁更美？玛格丽特公主是英王室最美的典范，美得颠倒众生，叛逆又芳华一时。优雅女神奥黛丽·赫本一生优雅著称，美得如同跌入凡间的天使，惊艳了岁月。现在分别来一组两位绝代佳人珍贵的老照片，你觉得谁的颜值更胜一筹？现在先来看看玛格丽特公主，这位英王室最美的典范，她是乔治六世的掌上明珠，现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亲妹妹，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的原型，更是贵族社交圈最耀眼的明星，以致她的父亲乔治六世骄傲地说，她有天使的容貌，娇美的身段和明星的气质。玛格丽特公主前半生虽极具荣宠，后半生却令人心酸不已。她一生的不快乐其实起源于王室，但公主依旧骄傲地对别人说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多一无二，我有一个国王父亲，还有一个女王姐姐。再来看看好莱坞巨星奥黛丽·赫本，1953年首次出演电影《罗马假日》女主角，就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。影片中赫本扮演一位天生好动的安妮公主，俏皮的刘海，美妙的下巴，灵动的眼神，窈窕的身姿，永远的平底鞋，紧束的腰身，飘逸的裙摆，塑造了高贵的公主形象，经典无法复制。赫本的五官与身材并不完美，但配上她纯净的笑容，纤尘不染的灵魂，独特的嗓音与魅力，即便岁月流逝，她依旧是优雅的代名词。而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。赫本饰演的安妮公主原型是玛格丽特，你觉得两位名媛的颜值谁更胜一筹？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